他们是怎么会有那么多？你是用洗的还是什么？你是用洗的吗？还是练出来的？哦，正式的应该卖我才对。我的天哪！这更要卖我才对，一定要卖我。我把你吸血的结晶继承下去。就拜托你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一定要给我。好，那我变成精灵，你把它卖了。你不要笑我超严肃的。怎么看不出来你很严肃？我超严肃的，我很严肃的想要得到那一把。你应该有蓝色还是什么的吧？可是其实我不知道智慧这样加上去可以加多少。哎呦，也是加蛮多的啊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智慧。我真的需要那一把，是真的。你的智慧现在是多少？1900。我一定要收到。那200000呢？我猜小七你要按照经营。哦，那200000呢？你卖吗？200000呢？我想借，可是我当初一直没有想说要卖那只啊。一定要卖，这真的会大赚，真的是傻傻的。我的天哪！我现在到这样境，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把它拿给精灵用。真是的，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原来，
挺好的，真的。因为鬼人那个奥义真的太好用，然后我又厄运他。真的还蛮快的，哇！我们这样都可以去打彩虹，不是那叫什么？对对。他们会，对啊，这样有点危险。可是有复活的，有先知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危。你讲什么？他没有说，就是讲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惊语助声、惊叹之语什么的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就他又坐在旁边听，他想说我到底在跟谁讲话？然后就他再听一听，然后他就听你讲话讲，他现在又跑出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回来又问他要不要买，然后不要。他就后来那个我妈是说晚一点帮买面，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孩子喜欢看。啊，他现在又跑出去，真是奇怪。为什么？我猜应该是我爸把他留的。我猜应该是我爸留的。哦，或者。这好像跟他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用不到啊，啊！可是他上次我看到他会觉得太严啊。哦，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无言？